OK， 同学们，我是你们的王老师。那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桑拔舞的基本概念。OK， 首先我们在桑拔舞里面，那大家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的脚踝非常重要，脚踝，其次才是我们的膝盖。那么我要在桑拔舞里面，我要看到什么？我要看到一个概念叫 Landy Hop。Landy 的这个技术技巧，像飞机降落这样，笑，所以你的脚踝必须接触地板的时候是哇 OK， 仔细看，比如说我做一个向前的一个哇，这个过程你要有控制力，而不是短短短 OK， 所以说桑拔的基本概念不在膝盖 OK， 不在膝盖 1 R 2 3 R 4，你看你这样子你就没有这个桑拔的动力，而是在我们的脚踝，而膝盖只是让我们移动的时候更加的顺畅，发力感更加好。比如说我们向前的基本步 OK， 我是让我的移动更加的快速 OK， 而不是蹲蹲蹲蹲蹲蹲这么低，你这样其实很重，整个人会显得非常的 heavy OK， 所以大部分的感受应该放在脚踝上，一个个个脚踝接触地板，脚踝接触地板，别接触地板，再去找到你的后侧的这个肌群，明白？所以膝盖千万不要主动往下降，而是被动的 OK， 被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桑拔的整个重量大部分应该在前脚掌，但是不要这样，只有头或者只有身体，应该是整体在前脚掌 OK。 所以我一定要看到你们所有的落是软着陆，注意软着陆，比如说我们做 whisk， 咦，软着陆，看到软着陆，扎起，扎，软着陆，扎起，哎，空弓，扎起，哎，空弓，扎起 ，OK， 我要看到这个软着陆，脚踝是有控制的，而不是短，短短，短，短短，短，短短。脚没有任何的控制，我要看到脚踝是我们刚刚说的 landy 所以我们接触地板的顺序是先产生膝盖，看到没？先有膝盖再是脚踝，而不是先是脚踝再是膝盖，先是膝盖脚踝盖子弯，膝盖再是脚踝 OK，这样子让你的桑拔会更加有控制和特性，才会有桑拔的这个 rhythm OK， 只是让我往前驱动的时候更加的顺畅 OK。 那么这节关于桑拔的基础概念给到大家 OK， 大家回去想一想，好，下课。